有一段时间没同大家见面的岑丽香，你日现身商场一个圣诞活动。讲到同样有两个小朋友的陈海琳宣布陀第三胎，香香都等她很开心啊。我都想恭喜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很 smooth、对咯，尤其是 Grace， 希望所有很 smooth。 因为他跟你都一样的嘛，他都是有两个仔仔的嘛，对咯，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一样他又追多个，你又追多个呢？我们恭喜住他们先，不用这样讲住，顺其自然啦。自己是不是跟老公都未有一个计划想再生？都是顺其自然。香香不时在社交平台 post 两个仔仔的生活相，这日他亦有分享仔仔的可爱趣事。他昨天冲完凉没穿衣服，不给我们穿衣服，然后走去踩单车。是啊，所以是很多这些奇怪得意的事，不过很得意。你会不会去 capture 一下他这些有趣这么得意的 moments？ 会啊，即刻跑去拿个手机帮他拍裸照。哎，这些不讲得的，不讲得的。但是小朋友通常会做这些事的嘛，你们。是啊，其实他们的行为是估不到，很好得意的。近排放宽入境限制，不少人都计划出埠，香香就讲笑话执行李好头痛，所以今年不会回加拿大，留在香港过圣诞。不知香香一家四口准备怎样过这个浪漫节日呢？会在家里布置一下圣诞树啦，还有应该会带小朋友去看那些很漂亮的圣诞灯啊，这些很有气氛的东西，让他有些记忆嘛。你知道回忆回忆不是 memory 都是记忆的。但其实自己是不是每一年或者以前自己小时候的时候都是很想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圣诞气氛？是啊，小时候那时候很兴即是爹地载我们去，因为加拿大是很多屋嘛，很多人都会布置用很多灯整 Christmas lights， 很喜欢去那些地方看看人家的屋怎样整布置啊，有些灯啊，还有商场的 Christmas decorations 都很开心。你会陪他一起去 decoration？ 会，当然会啦，一定要一起。因为他们大了，已经他们懂得怎样去布置嘛，开始又未啊，未啊，他们其实应该是我自己做完，跟着后来给他玩一下。